那现在要来轮到就是庄宇希，他在个人女子组 Cycle 决赛最好的成绩是 5.714。 我刚刚宇希在363的表现算打破，那么打破的 2.078， Cycle 现在看他能不能再刷新更好。是哦、粉丝很多啊，对，所以那个动作很重要，就是击掌，有些真的选手很在乎这个。是，第一次，哦，追一下，哇，有，哇，5.446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！庄宇希，哦，起鸡皮疙瘩了，真的，哇，好厉害。